我们通常所说的基本款，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百搭款。基本款成为经典款，就是因为有三大优点：一、不容易过时；二、不容易出错，百搭；三、设计简洁大气，能够和常规款搭配。基本款的基本特征是中性的颜色，中性的款式，不具有明显的性格特征，不受年龄的限制。质量款式比较好，耐穿耐看，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与任何衣服相配。每个年度甚至每个季节都会有新的流行元素出台，我们不要盲目跟风，让自己变成潮流预报员，反而失去了自己的风格。穿出自己的个性就是真正的时尚。即使现在是混搭时代，可以借助这些百搭款，一是把那些不太适合的衣服重新混搭起来，二是它能适应不同的场合需要，让这些百搭款加入一些流行元素，不至于太显沉闷。越是简单的基本款，越是考究材质、剪裁及搭配细节，所以建议把面料放在第一位，买质感品质好的基本款，将便宜与贵的、新的与旧的服饰搭配起来，这也是一个避免浪费购物的有效方法。建议每位女生的衣柜里都要有一两件安全款，就是那种无论去什么场合穿都不会出错的款，比如收腰短款黑西服，对于我来说就是属于这种。搭配的隆重点，可以参加正式会议，换上牛仔裤就可以去参加朋友聚会。